结束了一场再充满不的表演，回到台北车站已经12点，从什么时候我不知不觉过着这样的生活已经2年，骑上了曾经一起环岛的摩托车，载着吉他从台北到新店，和以前一样唱了一首歌，一首从来都没听过的歌。我我常常发脾气，我常常告诉自己，就这么做一定没问题。我一直写着，一直唱着，我直线的思考，我不怕曲折，我诚实的面对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，找到现实和理想的平衡。我一直唱着，你一直听着，我不停地走着，你看见这过程，我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或你的人生，在这个时候，你最靠近我。这么做一定没问题，我一直写着，一直唱着，我直线的思考，我不怕曲折，我诚实的面对所有的快乐和不快乐，找到现实和理想的这过程，我可能不知道你的名字或你的人生，在这个时候，你最靠近我。在这个时候，你最靠近我。Thank you.
谢谢。